好，开机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超级普通人，今天要来试着修理电视，看看能不能救回来。自己准备了一些 DIY 工具，现在来介绍一下，是纸胶带。如果是用最简单的方法的话，希望能用它就搞定了。单用电表，其实我原本就是自己，所以没有再另外花钱。转到 PC16 练打，用它来进行测量。波斯起子、橡胶绝缘手套，都是来防止静电，以防晶片基板受到静电干扰的，可能会出事。但不知道，之前要先直接避一下。最不希望动到的电绕、电子零件焊接的东西，它些相关工具，一些接。棉用来清洁到铁头的暂时存放支架，这个都在五金行买得到，要1000块有找。现在就来试试看看能不能修。先来把电视躺平，整个躺平之后拆开它的背盖，然后去搞它，它就自己又乖乖的变好。不然我们先来做第一步，就检查待机电源是否正常。先把这个电视先关掉。看现在反应都很糟，要一直按它才会收到讯号。OK， 80R 的待机电源呢，在电视的正下方。这看一下它的待机电源，不是亮的嘞。待机电源是显示正常。这代表什么呢？待机电源移动正常代表什么呢？待机电源正常，可能可以安心一半。表说它的电源板可好的，逻辑板是好的，其中一个是好，所以就有50%机会。表说它正常状态下是 OK 的，等着你去开它机嘛。开机以后会有发生回传错误，让它自动关。现在就来把电视开开喽，有点危险哦。开电视，这是一个浩大的工，建议千万不要在晚上做，因为这样就没有床睡了。这台电视55寸电视非常的重，这个劳力活要有心理准备。重，哇！轻的，放倒。OK， 外围螺丝。各位，请容许我开暖气，开暖气后会很吵，相机也一直热大。救救山西，自己的山西自己救。哇，这要怎么拆呀？稍微上网看了，螺丝在上面卡住了，没办法拉下，往这个方向试试看，暴力推的。不是它，螺丝太长，直接穿这里就卡住了，卡在槽，所以没办法直接往下拉，要把螺丝整个卸掉啊。它这个螺丝好像也不是磁吸式螺丝，所以会很难拿起来。然后电视又那么重，所以它整个就是连在下面。注意一下这两个，就是这两个点，这两个点。拆下来螺丝要容器放着，见一两个难分辨，而且要稍微记一下到底哪里拆哪里的螺丝。它损类型的，下面那应该是荧幕的框，然后它是个背盖，戳。挑转这要够粗，插到细缝里，加个类似保护的，直接刷。哇哇哇，伤到了，最好还是用塑胶了。就咚咚。叶弟戴手套，很多个卡。软性卡损，82个，这一定是电源板了。没错，这个是电源板。BNYB。现在就要来测试喽，先来接上电源。待机灯号有亮，排除电源板的问题，因为电源板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异常。先把 LED 的 panel， 这有点难拔哦，怕。Disconnect， 关灯开机。
哇，还是一样，重复开关机 ，LED 没有亮，问题是重复的，不是 LED 的问题 ，LED 一二三四，放开连接还是一样有这个问题，那我们看是电源板还是逻辑板的问题，电源板初步目测检查，这应该会 panel 的问题，就是这两条。因为看到 YouTube 类似的情况，他也是拆其中这一条，然后他是拆右边这一条，所以我先拆右边这一条。OK， 是不是这一条？没有，没有再重复开关机喽，关机，关机正常。那我先把 LED 的 panel 接回去。估计就是它。它接回去，开启会亮。有。那证明了就是带宽的问题。那已经证明这一条出问题。哦，好办了，找一卷胶带，找到它是哪一条带宽问题，把它屏蔽掉，就可以知道是哪一条坏掉。胶带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或用胶带贴起来。缺点就是它就是会有一条水平的黑线条，近看可能会很明显，但远看就还好，看能不能接受咯，是不会想再花钱，那就来贴胶带吧。要贴在哪里？抓起来，其中一条慢慢拆。有痕迹哦，两条哦。试试看这两条，一条就是这一条咯。先屏蔽一下，那是不是黑黑的那一条？很难插哎，是黑线进去的角度啊。屏蔽完成，接上电源，待机灯有亮，开机，电源开正常，会不会闪？没有在闪，没有在闪哦。没有在闪哦。正常了。他吗？真看不出来呢。最证明呢，就是像国外 YouTube 讲的那样，就是这个带宽的问题啊。屏蔽掉坏死的带宽，然后它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很明显的会有一条胶掉的痕迹，然后只要贴胶带屏蔽掉那条的电视就好了。那接下来就剩组装回去喽，这些全部再装回去，那还可以撑多久？可以再屏蔽好一点，装回去，有喽，都有在里面。哇，黑线有点出来哎！收工，补充一下基板为什么会卡住？这里有个倒钩，没有？这里有个钩，上面还有一个钩，这里就是这两个。对到这两个，其他的结构也一样，都是一样的。早上搞到现在，快要吃饭时间了。收。我是超级普通人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以后如果电视坏掉，不要急着丢掉，因为它可能还有救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如果觉得有帮助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超级普通人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